在国外的时候怎么样尊称呢长辈，这是非常的简单。那么我们通常前面叫 Mr. Mrs. Ms. 这就是表示尊称了。 Mr. Robertson, glad to see you, was glad to meet you. Mr. Robertson, 如果是结婚过的，已经结婚了，已婚的 Mrs. Robertson, nice to meet you. 当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女士，不晓得她有没有结婚，我们就叫 Ms. 大写的 M, 小写的 S, Ms. Robertson, 那就是所谓的 Robertson 女士。但如果是小姐还没结婚，Miss Robertson, 男孩子结婚的或未结婚的都叫做 Mr. 这几个称呼希望大家记住。